现场什么事？我在这边在跟大家说，要结婚了，不是？还跟冰淇布，你这种话你说得出口？上一次我们在八仙乐园，你没有去，太可惜，太可惜了。听说那天超好玩的，我们去八仙乐园很好玩，好玩毙了。因为你知道吗？百分百呢，我跟 Kid 是我的副将，哦，是啊。我们呢联手要一起击败晨晨哥，结果有赢吗？有赢吗？好险，我们赢了。真的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军团呢非常非常的厉害，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把他们分开两边，再来 PK 一次。没错，也是至圣先师的团队。今天首先介绍胡爷队，一样有爱将 K 的。耶！哎，那天我发挥非常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今天我回来。好险有你。对，就是要让他知道说，其实那天是因为你。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胡爷今天呢，在那个后台呢，一看到。你在那边讲电话，你在蕊通告还是什么的？他说啊，看到 Kid 就知道我们一定赢了，哈哈哈！我就拍他肩膀说：“你现在是把我放眼里。”是啊。然后我就你有看过吃槟榔的罗摩啊？什么叫吃槟榔？好，还有除了 Kid 之外，还有可爱的妮妮、陈宇啊。最后欢迎帅气的李宗明王子。那我们这边也有非常厉害的，好的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欢迎我们这个队员邵宇威、刘以豪、Baby。好，我们这边是郎才女貌，我们用 K 的跟你们换援兵，我不要。援兵是你的菜吗？援兵是你的菜啊！哎，你被交易了，中一个超深的自由球员的你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要很厉害的队员才可以这种交易。你看周杰伦那么厉害，才会被宪哥。你说的哦，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？我跟你换啊！开玩笑的，不要换。你换掉我，你知道？你只是花瓶。不换不换，真金不换，马换不换，我们马上进行白痴第一个单元，耳鸣手快，马上进行第一关，耳鸣手快，以车轮战的方式两两 PK， 听声音来闪躲对方的攻击，最后存活下来的一方即为获胜。先攻，所以你先喊你在哪？好，你在哪？你就说我在这，好不好？放轻松，我不用躲吧？你要打，你要打，你躲个屁啊！枪血 ，OK 了 ，Kid 会打人哦，有生气，我刚刚枪血吗？你像是你在教的，哎呀不学，自己的王子哦，我们是对的啦，怎样怎样，你们都是一个王子，我 OK， 王子加油，哎，那你站过去一点，站过去一点，哎，不是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们两个要平行，好，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， 加油加油，你在哪？我在这里。中了！帮你们量一下距离啊。好。好。OK， 这样我先试他的头在哪。对 对，我再帮你量嘛。OK， 好。Don't worry。好，因为你们刚攻完，换我们攻了。好。对对对对对对。3、2、1，我们先攻啊。好。3、2、1 ，Action。你在哪？我在这。没有没有没有。继续。你在哪？我在这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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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肩膀肩膀，哇塞，没有在连箱的啦，很厉害，差一点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没有，躲得好躲得好，王子好难哦，很奸诈的，对，好难哦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没有，哦，躲那么歪，太久了这一道，你们只是前菜，好，大家看是我们主菜。你的冷静，不要再讲了。
王牌对决。王牌，王牌对决。来，不要理他，继续。好，快点啊！你在哪？我在这。消到脸算吗？大会算吗？好，我们输了。耶、好，我们攻了哈。好，你们攻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来，你在哪？我在这。哎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打死我了。对，加油，王子。你在哪？我在这。这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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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哇，你躲到，躲到远啊！你在哪？我在这。走，走，走。你知道吗？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由高往上，重力加速度。对。